是唐乐。我准备好了。我欢迎唐乐。啊，请简单的做自我介绍。各位评审，各位贵宾好，我是许唐乐。刚刚看了背板，会不会想说，哎，我是看错吗？对，没错，我是14岁。为什么会来参加焦点女神呢？其实是我一个朋友因缘机会之下邀约我。一开始我想说，要吗？这样好吗？一般都是年轻的少女，我已经是熟女了。但是认真一想，为什么不可以？我在做乐龄长辈的志工呢，有一个学员姐姐，她84岁，她跟我讲说，哇，你心气早在开心，因为我问她调皮，我想说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就姐姐，因为她过去她先生是大男人主义，所以她到70岁先生走了，才有办法活出自我。我觉得呢，人生其实就在不断的挑战自我突破，就如同招牌笋。在栽种的时候，需要通过不断的努力。那其实招牌笋，它虽然洁白无瑕，但是它不可或缺的是阳光。所以我觉得招牌笋的代言人，除了需要活泼开朗之外，需要阳光健康的形象。那现在台湾呢，在国外有很多的台湾之光，我相信呢，招牌笋一定可以成为台湾的产品的台湾之光，扬名国际。I'm confident that Bliss Water Bubble is going to be the next pride of Taiwan。那接下来呢？其实通常我的才艺都是动态的。我小时候都是学网球以及溜冰刀。那现在我就是打高尔夫跟羽毛球，所以才有这个肤色。但是这次为了要突破，带来柔美静态的扇子舞，接下来要突破自己，请各位期待，谢谢。好，唐乐先生为大家带来的是古典扇子舞蹈的表演。哇，这一次也非常多的人是走古风路线，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段表演。他刚刚说他40岁，看不出来，完全看不出来。好。